私は死を恐れぬ男が大好きだ。それが軍人ならなおさらだ。手厚く葬ってやれ。はい。你其实是喜欢我的。我心里是喜欢你的。我会等你的。其实第一次在街上救你那回啊，我就看上你了。要不是因为当时牙齿松动了，我就跟你吃饭去了。哎，同志，你找谁？哦，刘局长是吧？刘忠平局长。行，那你等着吧。哎。局长，人我带来了。啊，来吧。局长好。欢迎欢迎，欢迎。局长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部队啊！论打鬼子，你有实战经验，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革命队伍当中。谢谢局长赏识。哟，好大嗓门啊！高兴啊，高兴呢。你刚来，我建议啊，先出去走走看看，熟悉一下咱们边区老百姓的生活。你这个人啊，见多识广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是。马上通知行动队，绝不能让他们把药品运出去。粮食啊！粮食，看清楚了。
大哥，您还不相信我这眼睛？看清了，肯定是粮食。大哥，山上马上就断粮了。同学们，好家伙，快活！走！牙崩半个部，管杀不管埋，东西留下，人滚蛋！老玉子，身上肯定有好东西，都追！追！少在老子背后放黑枪！不好意思，大哥。大哥，不是粮食，是药品。啥？你看啊，哪儿什么的？哥，药。还有活的吗？那还有个，你们什么人？我们是八路军，这些是边区医院急需的药品。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大哥。哎呀，我把咱这的情况呀、啊、都跟人家讲清楚了，局长哎高兴得很，真的说咱们都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啊，实战经验我都不好意思了听。哎，你们啊也别有压力啊，来，怎么了这是？那我你就，哎呀，到那以后啊咱哥仨就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咱重新开始。哎呀，你们没去是不知道啊，到了延安，虽说吧，那建筑不是特别漂亮，但是那街道干净啊，没见过那么干净的街道。没有烟馆啊，没有妓院，也没有赌场。哎呀，每个人都乐呵呵的。哎，农民有自个儿的地啊，就感觉像那世外桃源似的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毛病啊？啊？听我说没有啊？哥，啊，啊，出事了！谁出事了？你进去看看吧。谁呀？是咱们杀了他们的人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怎么又杀人了？谁呀？他们是谁呀？共产党。哥，我们杀了他们三个人，受伤了一个，还抢了他们一批药品。
想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一块投奔共产党吗？我前脚走，后脚你就杀共产党。你们俩不想去也不用这样啊！我一个人去。哎呀，你也别嚷嚷了，你这穿了个便服，我们要知道共产党谁杀他呀？你嚷嚷什么呀？对呀，哥，他们穿着便服，我们以为他们压的是粮食，结果抢了以后才知道是药品。捅了大娄子了。那这样吧，我就带着伤员还有东西，我去延安，我去自首，跟他们解释清楚。这事儿把人给杀了，你跟人能解释清楚吗？不解释不成，咱诚心干的了吗？人能吸收咱们啊？要不咱俩一起去，能解释清楚就解释清楚，解释不清楚，我们哥俩不耽误你，我自己个儿一个人扛。我也去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？解释。你行了，这会儿你们俩就别争了，我一人去。这还这么多人呢，你们得在这看着点，别再捅出大娄子来。这件事情的性质非常恶劣，必须要抓住凶手，严惩不贷。对呀，今夜时期呀，各地的土匪啊都蠢蠢欲动。近期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，陇西地区的马老六袭击了我们的边区政府，镇外的冯志超呢又抢劫了我们的军粮，现在我们的药品、战士又被抢劫杀害，边区政府下了决心，消除匪患。我建议啊，就拿这些土匪开刀。我觉得苗岭的土匪和那些土匪还是有些区别的，这件事情确实也有些误会，我方人员缺少经验。事先没有通报，应该说我们也有错误。我不管是对是错，绝不可能允许土匪横行乡里。匪患是一定要除的，但也要区别对待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能把药品和伤员亲自带来，就这点来说，他们还是有悔过的表现的。行了，我都听见了啊，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。这桩事情呢，土匪事先肯定不知道，是突发事件。而且我了解到，这伙土匪在山西是抗日的，打过日本鬼子，说明他们是有民族气节的。发生这样的事情固然是很遗憾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他们打死，还是要给他们悔过的机会嘛。你们想想，我们党一贯的政策是什么？啊？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。许多国民党的军人在加入到我们队伍来之前，也杀过共产党人。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还是接纳了他们。正是我们党这种博大的胸怀，才广泛团结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，赢得了良好的信誉。我看，还是给他们一次机会吧。来了。老婆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哎呀，真是，这共产党啊是最通情达理的人，人家说了，既往不咎，再给咱们一次机会，怎么样？这回不用担心了，啊。什么意思？怎么都拉了个脸呀？又出事了？没事，我们俩就是在想啊。我们杀的是共产党的人，他现在说没事了，那以后呢？万一要是翻旧账咋办？哎呀，老二，你放心吧，共产党最讲信誉，你相信我。哎，回头我领着你们俩见见那局长，给你们俩好好上一课，啊，保准你们俩踏实，豁然开朗。我可不相信他们，我就相信你。你跟我们说句话，到底去还是不去？瞧着你们俩这样那么别扭的，你们自个儿到底想不想去？你要是让我们去，那我们就去呗。
老二，他不说了吗？道长，哥，你说八路那边纪律那么严明，咱们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会不会受处分？受啥处分？这不有大哥吗？没事。我就觉得吧，那边要啥没啥，过去生活有啥滋味？啥意思？你想要啥？啊？让你去是想干一番事业，不是花天酒地去了，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行行行，我错了啊。哎呀，其实我心里特别明白，你们俩投奔八路军完全是因为我。其实二宽是想去国军，你想当土匪做山大王。你们俩呢，完全是因为不想伤害兄弟之间的感情，才要跟我走的。这些我都明白。嗨，说这干啥呀？你现在是大哥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呀，但是我确实我不能太自私了。我应该尊重你们的想法和情感。我们俩能有什么想法？头也磕了，膀子也败了，反正死也死在一块儿呗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觉得咱们之间是可以共患难、彼此尊重的兄弟。咱们不是那种江湖上的弟兄，啊？你们尊重我，那我更应该尊重你们。既然你们有自己的想法，我认为我应该尊重你们的选择。哎，俗话说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但是我认为咱哥仨不是这样，即使道不同，也可以坐在一块儿，喝酒、吃肉、吹牛。啊，你这啥意思？我就是想说，以后不管咱们哥仨走到哪儿，永远都是兄弟。你到底啥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去国军，你继续当土匪，我去延安。你的意思，咱们要分开啊？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！你说咱仨大老爷们天天滚在一块儿，那也不是个事儿，连媳妇儿可能都找不着。我不同意。哎，这会儿你们俩倒一致了是吧？既然一块拜了把子，认我做大哥，那就得听我的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管走到哪儿，咱们永远都是兄弟。来，为了兄弟，干了！不就对了吗？来来来来，道上，啊，咱们再干一碗，啊，这一碗，啊，为了咱们哥仨今后各自的大好前程，干，干。
我对不起你。我说你声音小点，你能死吗？就我一个人来的。行了，人各有志啊，你能回来啊，我就挺高兴了。这样吧，先到交际处去报个到，然后去培训一阵，回来再安排你的工作。工作？嗯，我不是来工作的，局长，我要上战场打鬼子。打鬼子也是工作，这些日本鬼子一时半会儿跑不了。又扯乎了，你说是？这不完犊子了吗？你跟他说说培训的事吧。啊，哎，不是，这培训都培训什么呀？这个培训班呀，就是培训一些军事技能和上政治思想课。当然，这军事技能你已经具备了，主要是这思想。你是从旧军队过来的，又当过土匪，所以啊，必须要改造你的思想和人生观。不是，这培训多长时间？行行行，你呀，先去报道吧。啊，改天我去看你。是。特派员，您找我？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顾金明，顾团长，他可是咱们玉川县的守护神呐。特派员说笑了。常二宽，他是我的老同学陈化团长介绍来的。啊，这人可了不得，杀过鬼子，袭击过北治安大队，是个真英雄。是吗？佩服佩服。他和他几个弟兄啊，想为政府效力。陈华团长呢，就把他们推荐到咱们县了。啊，对了，二宽，那是七个还是八个？五个。啊，好啊，都是一些有作战经验的人。啊，放到这个保安团正合适。可以，可你们都是抗日英雄，在保安团会不会委屈你们？不委屈，只要团长能收留我们，那就感激不尽了。就让他们去新成立的第三大队，他们有经验，带给新人。那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，我没意见，那就委屈长兄弟在三大队当个小队长怎么样？哎，谢谢团长。啊，对了，长兄弟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就和鬼子干上了？不瞒团长，我以前在庙儿岭当过一段时间土匪。庙儿岭？我这几天正要去庙儿岭剿匪呢。同志们，上了战场千万不要怕，子弹这个东西不长眼。好，大家好。同志们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葛十三同志。大家好，鼓掌欢迎。快点进。十三同志，同志们，大家伙呀，做一下自我介绍，让葛十三同志认识大家一下啊。来，你先来。前一阵子，庙儿岭的土匪抢劫了康平村的胡家大院，你是知道的。胡老先生是咱们县出名的乡绅，最近一直在催我们保安团剿匪，我也正打算这几天向你汇报这件事。嗯，胡家损失大吗？损失应该不大，否则我也不会拖到今天。哼，损失不大，我看就算了。都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呢，他们已经投靠政府了，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错了。别计较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共同为党国效力，还是要精诚团结嘛。既然特派员发话了，我没问题。嗯。哎呀，二宽。幸亏你投靠政府了，不然的话，你看多危险。哎哎，就当我没想这个，可以不用带了。不不，哥哥哥哥，我拿着它，我心里踏实。用不用你算账？我帮着他们呀，我监督他们。随便，来看看怎么样？转一圈。哎。裤子肥了吧？不肥，不肥，不肥。报告。哎，
程队长，外边有人找你。谁呀？他说是你大舅子。谁？你大舅子。哥，你结婚了？滚！我大舅子。什么时候成我大舅子了？嗯，哎呦，干嘛呀？哎，哼，你别说啊，这身衣服这穿在你身上倒不像偷来的，像个正经人了，是吗？哎。行，干啥来了？干啥？你这都当了队长了，你不请个客吃点啥呀？想吃啥呀？那你请啥我吃啥呀？常队长，吃面去。这小衣服穿的立着啊！哎，你别这么看，裤子好像有点肥了。肥吗？嗯，不肥，挺好。慢点，慢点，没人给你抢，啊！哎呀，真的两个香啊！嗯，再说话啊，还是没你份好。那我去后厨给你做一碗去。嗯，这什么烂？有这口热汤面吃就不错了，还想要啥？咋？你们那边伙食不好啊？边区那粮食紧啊，每天就是小米粥窝窝头。那你这身体行吗？那不行啊，咱这是在鬼子集中营待过的人。哎，大哥，嗯，昨天我梦见你了，梦着我牺牲了。你摸木头，拍三下。哎，差一下呢。梦见你和。过河去打鬼子，打鬼子！哎呀，还打鬼子呢！这不是每天现在就是培训上课，一三五郑州，二四六军事，这一个礼拜呢还得有两天上山种地去。这一天都挺忙活的。是啊，其实这军事培训、种地我倒不怵，关键就是这政治可真要了命。你说咱哥们，不是人不能比杆子的人吗？这不是逼着张飞绣花吗？不过该说不说啊，嗯，人共产党那边还是正规，你再看看我们这边，个个都是关系。我要不是那特派员的话，我最多也就是个团长。哎，适应吧，哥们儿，这不也适应的吗？哎，我得提醒你一句啊。咱现在还是通缉犯，凡事得低调点儿。哎，明白明白。啊，老三来呀？你说我就这一天假，我也没时间看你。老三，我也没去。不过前两天小白龙这儿去了趟庙岭，说还不错。山西那一仗名声大振，还招了不少土匪，哎，这快100多人了。是啊，那么多人都吃啥呀？老三说了，我打玉川县的主意。哎呀，我明白他啥意思，就不想跟我起冲突。冲突不冲突，抢老百姓东西，早晚得出事，有得报应。有时间你找他谈谈去，实在不行你让他加入你们保安团算了。不是我说话他能听吗？都怪那时我太惯着他。你说话他听，哪天的你跟他说说。行，我说他。哎，哎，再来一碗。行，我给你坐下，你坐下。啊，二宽啊！来来来，先生，我给你做几碗，你吃几碗？你吃了八碗，你。啊，我得把我这裤带子解解。你小子这面做的是真有味，哎呀，下次再吃也不知道是啥时候了啊！
团长，队长。那个人是常二宽吗？是，是他。他旁边那个人是谁？没见过。团长，这个常队长跟特派员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他就是特派员同学介绍来的。这个人根本就是个生瓜蛋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他一个新人刚入队伍，按理说应该主动跟兄弟们走动走动，可这家伙倒好，啊，谁都不理。那天啊，我好心跟他说，哎，是不是请大伙吃顿饭，联络联络感情？这个常队长直接说没钱请客。这家伙他当过土匪，能没有钱？大伙啊，看他是特派员的人，都不好说什么。但是心里边啊，对他可都不满意。他现在根本算不上是特派员的人。前几天跟特派员聊天说起他，特派员对他也很不满意。他到现在连特派员都没去看过，能请你们喝酒？这家伙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。团长，咱们修理修理这个生瓜蛋吧。行了，我就送你到这儿吧。对面就是你们共产党的地盘。我早上来的时候就看见了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叫双重政权。你在那边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也是听我们特派员说的。共产党呢，中央给共产党划分了23个县，啊，义川县呢算是一个补给县。共产党认为，既然划给我们了，就应该由他们来管理。中央的意思是想用中央来任命，共产党根本就不听，直接派人就来了，可我们的人怎么办？没地方去了，所以这两边的人就顶起来了，隔河而治，一个县两个政府，还经常闹矛盾，这里的形势很复杂。我在这儿呢，也就是混个身份，混到合法身份以后，我还是想回西安。哼，哎，行，那我就先过去了。行，你要定下来了，就通知我一下。嗯。哎。那你们先聊。啥事啊？葛十三，哎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见了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过去的一个战友，是伊川县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队长吧。你们跟踪我？你找他干什么？那是我朋友呀，好长时间没见面，我想他了，聊聊天啊。再说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了吗？我这不违反什么规定吗？这当然违反规定了。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，但是你私自去见一个国民党的军官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葛十三，你们培训班培训手册上面都应该提到过吧？还是你根本就没看培训手册？你的简历里面为什么没有提到你的这个朋友？没说简历里非得把朋友也写上呀？要是写朋友，那我那朋友可多了，那一张纸都不够。再说这个人啊，我曾经跟局长提过。你撒谎，局长根本不知道这个人。那会儿他还没进保安团呢，我真提过，我们俩就是个兄弟关系。葛十三同志，我希望你意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。义川县国民党保安团为了争抢地盘，曾经跟我方发生多次的武装冲突。知道知道，他是刚进入保安团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俩就是个朋友，兄弟之间见面聊聊天，没说什么别的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行了，葛十三同志。这段时间暂停你的培训工作，把你们的关系和你们的见面情况详细的写一份资料。是。
小心把你抓起来。啊！哎。局长，这个葛十三好像很不服气，他有很重的抵触情绪。我觉得这也正常啊。哎，他这个姓常的朋友，他跟你说过没有？没有。他跟我介绍过啊，他说他们俩是患难之交，一块儿啊被人陷害，一块儿逃出军营，完了，一块儿上山当了土匪。哎，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？应该不会吧。葛十三刚来不久，他什么也不知道，没有特务会蠢到现在就暴露自己吧？那你准备怎么处置呢？他隐瞒这种关系是事实，我觉得必须让他吸取这个教训。不过我们也不能太生硬了啊。哎，不行的话就让他跟那个保安团的队长还先保持着联络，说不定啊能为我所用的。是啊，我觉得呀，咱们处理事情呢，哎，得周密一点，不能太生硬，否则啊，会适得其反。这可真安静。这儿啊，不比西安，就怕你过两天就待不住了。不，我挺喜欢这儿的。我想在这儿啊，住一辈子。真的？嗯。要是可能的话，我想在这儿开一家饭馆。你要开分店呀？我想把西安的店卖了。为啥呢？你生意不好吗？跟你说实话吧，姐。其实，在西安有一个警察局的副局长，一直在追我。他人挺好的，对我也挺好，可是我对他没那个感觉。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，就到你这儿来躲一躲。我说嘛，你咋突然间跑过来了呢？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个的，姐都理解。老罗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？他也没说去哪儿，只说去亲戚家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。
绝。